上级特别给咱们分配了一张奥运会开幕式的门票。有了有了有了，今儿高兴 ，New by glass, very happy 啊！您说我这奥运会开幕式门票搁哪合适？哪儿搞的？萨马兰奇送的。您能不能跟一毛提提，到时候给咱扫一镜头？哦，您不是一圈的。杨姐好，杨姐好。喜迎奥运，全民同庆。下面是张先生点播的一首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。我和我的祖国，一刻也不。